快点跑，缩圈了！老师，我们干嘛带着他们这么两个累赘啊？对，我们进了决赛圈的战斗，否则啊没有对手，说明意思呀。胡哥，白天我们给你弄的好吃，就是还想超我作业，以后别抄了，自私鬼！哼，现在我们最瘦弱的任务就是以最快的速度进入安全区，现在我们兵分四路，每人都去找交通工具。知道。好，注意安全，出发，走。咋整的呀？一个交通工具都没有。刘哥，刘哥，我们要找到交通工具，这可怎么办呀？现在已经开始缩圈了。等等。 有屁股，注意迎面！咋，刘哥啊？如果我没听错的话，这应该是坦克的声音。嗯，走，我们过去看看。哎，你们看的是谁呀？嘿，我找到坦克了，我们终于营救了。哇，好酷啊！愣着干啥？走吧。哎呀，我还是第一次坐坦克跑毒呢。哦，你刚刚还想惊吓我们呢。哎呦，快走吧，毒圈来了。哎，坐好了，我们向着胜利出发。 欢迎关注抖音，每天给你不一样的精彩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就在下方点个赞呗。